会主任委员王银贵在朝天宫前向信徒们报告花灯比赛的筹备经过。Thank you.
位于百年来，人们尊敬它，供奉它，因为有味儿。马祖的神像前。第三进是后殿，供祀着马祖父母兄姐的神位，俨然是一个大家庭。这款重修，才有今天的巍然外貌。这是朝天宫庙顶上面的雕化洞。前庙殿堂共分三进，第一进是正殿，供祀着马祖的神位；第二进是中殿，供祀着关。宫内四周更是华丽美观，从石琢的盘龙门柱起，墙壁上尽是些巧夺天工的雕刻，有绚丽的人物，有可爱的花草，生动而有致。朝天宫门前一片新月形的广场，周围有石墙石柱，耸立着石刻的武将，英姿勃勃，令人生敬。门前一对石狮子，威严而神情，更增添了肃穆的气氛。马祖生于宋朝的建隆元年3月23日，每届全省各地信徒所组成的进香团，分别坐火车、汽车、三轮机车、摩托车，甚至徒步跋涉到北港来。他们那种虔诚的热情实在令人感动，这一方面说明了马祖精神的伟大，更说明了人们是多么渴望自己永远脱离苦难，生活在温暖和幸福中。高神圣，所以成千累万的人们都敬仰他，把他当作正义真理的化身，人们都愿意
把自己的怨苦、希望以及祈求到他的面前来，希望赐予神灵的慰藉。马祖所以有这么大的力量，使这么多的人群从平地、山区以及海边来到他的寺庙祭祀他，为他奔走流汗，献出每年工作的所得，都是因为他代表着真善美的崇高德性。每年一度的马祖出巡是纪念马祖诞辰的高潮，数以百万计的善男信女莫不以兴奋的心情参加出巡的行列。在马路的两旁都摆满了鸡鸭猪羊、糕饼贡物、虔诚的朝拜，鞭炮及锣鼓声更是不绝于耳，到处都是人潮汹涌，车马难挡。
因为他的灵性、智慧已经怎样。你对受难者的关爱和照顾早在人们的心灵中生了根，显得特别的宠，人们的心灵里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。各种的方式虔诚地纪念他，全省各地的信徒。